患脑瘤回家等死的总参工程师奇迹痊愈。1994年8月的一天，王林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，手术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自从被北京301医院 CT 查出双额叶心型细胞胶质瘤二期及恶性肿瘤，没有几天他便不能行走了。王林是总参谋研究所试验场一名工程师，大学毕业18年来一直工作在科研试验的第一线，恶劣的工作环境终于把他年轻强健的身体磨垮了。7个多小时的脑瘤切除手术终于结束了，主刀医生沉重的表情似乎告诉了王林答案是什么。果然，手术后复查时发现肿瘤又长出了6厘米乘5厘米，医院束手无策，就让他回家维持，实际上就是回家等死。王林真正体会到了风无定，人无常，百年苦短的滋味。王林的妻子兰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她期盼这是误诊的结果。抱着一线希望，兰婷找到脑外科主任，这位主任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教授，医学界知名度很高的脑外科专家。老教授仔细地看过片子后，对兰婷说：“你先别哭，你丈夫的肿瘤长在交叉神经上，手术时做不干净的，现在只能维持。”兰婷急切地询问王林的生命还能维持多长时间。老教授沉思了一会儿，极为慎重地告诉兰婷说：“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，最多能活3个月。”在王林有病的几个月当中，兰婷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，再加上劳累，终于垮了。盆腔炎、附件炎、宫颈糜烂、肠炎、胃炎、乳腺增生等一个个疾病也随之缠身。301医院让她住院治疗，兰婷想，自己不能垮掉，如果自己躺倒，这个家可真的完了。也许应验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命运之神终于来眷顾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了。1995年5月17日，兰婷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每天看法轮功的著作和练功。没过多久，兰婷的精神状态好起来了，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，走路一身轻。2个月后，胃炎、肠炎全好了。练功3个月后，他身体完全康复，疾病全部消失。目睹着妻子一天天的变化，王林也开始看法轮功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王林看完后，被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所折服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人为什么活着，明白了得病的原因所在，决心做个修炼大法的人。练功的第3天，王林手术前后的一切症状全部反映出来了，腹痛、腿痛，头顶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10月23日中午，王林头痛的就像要裂开一样，恶心想吐，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，但他坚持练功学法。头痛了2天，右侧病灶区出现了好大一个坑。以前手术时，王林头右侧太阳穴处被取下一块骨头，医学上称为减压疮。王林感到这个部位很痛，痛得不能张嘴，就连吃饭都很困难，但痛了一个星期后就好了。10月30日晚上，王林从梦中惊醒，感到有一股强烈的热流冲贯全身，身上大汗淋漓，就像3伏天一样的热。王林有一种整个身体都被净化了的感觉，他知道自己真正得救了。修炼法轮大法半年后，王林的身体完全康复了。1995年12月，单位给王林分了一套新居，装修房子时，100斤重的水泥王林从1楼扛上5楼，连续干了20多天，没有任何疲劳的感觉，总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。
王灵说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